么年年的？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最干净了，我现在有点害怕。不，你刚觉得自己脏了，但是我觉得好像你的还好。因为其实拍摄的时候我人在越南，所以我更不知道拍了什么，所以我才害怕。你人不在啊？来来来，赶快来看呐。丫头现在正在工作，她不在家，所以我们跟她经纪人串通好。嗨，丫头。哇，丫头怎么变漂亮了？她家这应该算是新的大楼，虽然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它东西非常非常的多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故意的？怎么会长这样？他坏了，怎么不修它？为什么百叶窗会变成这样？看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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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那百叶窗的角落，你看那个角落，好脏啊！这是化妆品保养品吗？这什么啊？发霉嘞！这是什么？怎么会有发霉的东西？哎呀！啊！这个是我不知道这怎么形容。腮红刷。这个刷到变得有点黑了。啊，这个整个完全没有在洗。然后就是等。哎呀，漂亮啊！他就放回去。我刚刚在桌子上发现一件事情是。啊，桌上那个水痕全部都在，等于说他根本没有在擦桌子。哇！哎，Hello，这里你讲的没收在，那你看那是啊？耶！哦，脸上！哎，怎么黏黏的？卫生纸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应该是喝饮料。被丢在上面。这水多久了？天哪！哎，温的哎，温的哎，这是那种你是在外面那种沼泽捞的那个水的那种颜色。然后好哦，我刚刚发现一个东西哦，2018年3月22日，已经过期一年多了。然后接着来，精彩的来喽。你看它底部，Hello， 这是沼泽吗？丫头，你平常在我心中的形象是一个气质美女，而且我看过你的车子，你车子其实也算是非常干净的。可是我不懂为什么你要把自己家里住的地方弄得那么脏乱。我看到了一个发圈跟一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他的袜子吧。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。把头埋进去好了，我把头埋进去，然后啊，一、二。怎么这样？我真的起鸡皮疙瘩了。闻闻看，你们要不闻闻看？嗨嗨，欢迎来到我的卧房。看起来摆设是蛮整齐的，我先。丫头，好臭啊！好臭啊 ！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这枕头白白净净啊，你那味道是……我刚转过去，我刚转过去嘛，然后鼻子会稍微吸到点气，那一闻是真的臭。哇！有这么臭吗？宪哥，你们家艺人的味道好重，你要不要闻一下？还是我们请台北市长江南看有什么感言好了？当然，我是台北市长柯文哲。我想是这样的、啊，以后啊，如果台北市要进行都更啊，第一个更的地方啊，一定是丫头家，因为丫头家实在是太脏乱。把那个枕头带回棚内喽，和大家批判一下。哎，你想想，哎，枕头多久没有处理了？大概一个礼拜。才一个礼拜？那怎么会？怎么可能这么臭？不能不说，因为那个位置是我男友睡的，所以他闻到了。
你丢的是。而且因为我男友金城武的味道。对，因为我男友金城武，他睡觉是会流口水的。啊！太不乖了。所以他刚刚躺我的枕头都没有侧，就他一翻过去就。哦，难怪是这样。如果今天枕头是冠军的话，那就疯掉了。哎，对对对。五四超越你基本上蛮难。二一，金城武的细菌18912。18912，来来来来，哎呦，来来来来来，冰狗冰狗冰狗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笑，来来来，冰狗冰狗冰狗，我都每天跟他。人家真会很脏啊！现在很过了，今天哎，现在很多人摸他哎，对呀，好无辜啊！哎呀，几秒要被剪了，好辛苦，好无奈，头上满黑问号，好仔细啊！来到了李龙院，我靠你了，刷很多次，靠你，我真的靠你，五万多，反正要他要五万多，我就直接开玩笑。怎么样？好好，没事没事。没事啦，今天心情应该还可以啦。后面后面累，昨天有睡饱吗？好紧张哦，太长，好紧张哦。宪哥，如果超过的话，我用手套跟你换冰狗。不算不算，我考虑一下。好，来了。哎，五万八千四百多。我没有，像你这么干净，你竟然是全部最脏的。私讯我们粉丝团哈。哦，想要领养狗的是是粉丝团哈，这边有一只这个冰狗，好弄干净冰狗，家里弄干净一点。我们有图有真相，对不对？不是胡随便胡说八道了。你已经被我们偷拍了，来来来来来。我今天要说一个宅男女神喝醉后变成五棍阿北的励志故事。哎，小姐，现场水饺馆长已经来了，不够啊，水饺。张惠妹三天三夜，好啊好啊。那你们想要插播一个张惠妹的《听海》，你要怎么插播？插播，插播在哪里插播？插播，不是打这里插播。总是过得特别快。好的，张五。啊啊啊！买买单，好买单。那六个小时总共是12800。一万三四。一万三四。我来买单，我来买单。小姐约我们好不好？我可以。哇！哇，好看，好看。太烂，不用付钱，好爽窝哥哥。啊，94啊，好可爱啊，好可爱啊，你喝醉都会买单啊？我因为我最近只要出去喝酒，隔天我看到我的钱包，我就会后悔。你没有印象？我真的都失忆，然后里面好多张，我刷了好多都不知道是哪来的酒。啊，一直在买单，所以这个月就花了很多钱。要禁止他喝酒吗？应该好咖，这个月啊，让气氛热络，让他多喝一点，而且他还会带动气氛，会让你唱歌，多好，又买单。他只是有一点炉就对了，好空的才会炉啊。也是很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，就是里面都没有人嗨，只有他一个人嗨。对，最多
我喝最多，那天十一耶，我回去睡到十一点多。那一天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有摄影机，所以没有。对。只有你一个。对。他们都不起来。好 ，OK， 你这个算成立了，来请坐，请坐。